就玩了。我说我也快了，咱有两双鞋子快都快，我咱我不愿意下去的。走，两下去费劲儿。我今个我又申请个小号。那搁电脑下好了，搁手机上下得费劲儿。我电脑上下我不知道咋，我不知道咋下边儿，我到手机上下得费劲，下的也弄。电脑上不着咱，咱让你下载嘛。QQ 里边下载那个中国象棋。没有 QQ， 没有 QQ 号。那你申请 QQ 号不就妥了呗？没有 QQ 号。哦。原来 QQ 号我都忘了，从来都不玩 QQ。我今个申请个型号，我就往后光带啥子，光带那个七八级啥。因为七八级啊，跟那个企业都不在乎，都乱走。嗯。有可能这样就是锻炼。锻炼这个东西的。啊，锻炼东西。我看走完以后都布局了。对，都是布局了。现在啥吧？那现在啥？现在野球好赢，野蛙不好赢，你知道吧？野蛙不好赢，是不是？野球野蛙不好赢。他没有球，你不进去，他乱着乱着。要不了，他说你用软件儿。啊，对。他是糊弄，你知道吧？他这个野球了，一会儿他也想学习出来，就是他这个软素质。可是现在不错呀。啊，人家先手我管了，我都不得。我下了会儿咋我该投篮了？我也是，啊，这个都没了。咱俩下几分你俩？啊，十分。你挺会的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别这么久。没有，没有。那那个没得。那是咱俩不是？亲着俩还是？亲着俩不？啊，长着军呢？啊，穿了。你也听不见打架了不着？哟。你打打试试，你打打试试就着了。来，讲这军呢，坐着，好，坐吧。你坐，你来，你坐吧。你坐，你坐，你睡。咱俩光下棋了，这棋下熟了。下楼了，就梦见人就打个照叫工业下不来打。我就想耍你那。下不来不能给你打。你跳回来。咱俩下那个中国的三个马那个，三个跟那个网络比赛的，都到那下。他就走了，他就跟马军啊，跟马军车嘛。他虽然走路了，但他最后是用软件，他最后中间就用的就是软件。软件啊，不要不用软件了。那地是真难可气，我理解了。后来我咋也都扛不住，那走路上走了都飞快，还不可思议。高你坐开来，真的是呢。真的是。我想买一个。我到现在我都当不住，这样子有好多变化了，你不可能每一种变化就当不住。因为是你看，你要是遇到什么9-2、9-3这些，你去理解。你走路都多，你就多；走路都多，你看看你是领先可多，走路都多。这个基金，基金平板要钱。哦。它不平。这个楼。它不平。它那个平。九平板也对，你得以后呢？九第一也对，那都是正好，都是看谁就是具体接的正好啊。啊，多扯人！你那个丢了一路那个变化，咋了？你啊，年上十家，跟我丢了一路爆炸证明，好多酒店。哎，别，管个年龄，跟着算了，高路高路，不然你就干。9-2了，我俩太他妈7-2了嘛！这几队都错成过。昨天回来，该回来。你看张国光，我拉着你的手，我跟你讲。这费心了，这费心了。他是以前吧，最好。我好像不懂。你开啥了？开利润。嗯，
还有一种那个不能随便走啊，不能随便走。那里边你比方说你赔不起，看，咱都相互鸟着的，红花一般叫先手吧，赔不起了，抬不起，打住也不抬钱，是不是？打住就伤心。红花抬钱可能还好一点。他本身这钱就大呀，你要是双刀，那才算是好的。你看有人，有人搭理你吗？能不能搭理你？这小太大的优势了，他跟你，他在于那个，他有多少个？叫我走了啊，你走吧。哎，卢呢？啊？我现在我回家，我直接去了，不用。啊？那你开车去了咋行？哟，这还能跟你跑了嘞？小啥？我瞧你跟哪跑？嗯，想走，他要是吃我一下咋的？那是要走了，走了啊！打死啊！他都叫我拿马给我吃了呀！啊？打死？打死都吃不了。打死的。啊，这打死打个响，我看着。打死啥戏呀、啊？你咋走？打死给你死了咋呀？给你爸给你回财务局了咋了？哦，还有妈呢？不是，这是供应箱。挖坑。挖坑。下棋非得安静观，跟他说：“你我你说刚转，你一说我那就分手，我不能跟他为啥？从哪你没人坑啊？你我找没人坑，你上香了，你去东打死打死。”这棋还下肉呢，这棋，这棋下的不好啊。嗯，再上四，再攻一下。他都能拿，他拿不赢。不行。好，没得机会。好呀，他比你好。那你，那我再跑掉。那你跑。是不是？那我再跑几跑，这也死他，怎么比赛也太厉害了。差四分啊？有一分吗？没有啊。不低。
大呗，大了他咋跑过来？下了不错。别，这么老年之间贫到那，我不怕你贫。对，啊，你我不怕你贫啊。哎呀，不讲啥子马叫一啥马不是你了？你这，我都讲，不下面。到江钓鱼，是不是？那也不怎么热了呢。行，行，不跟你对。行，不对。这不找菊哥看着了，你啥也吃不了，是不是？我找个我也不要了。看吧，那这是什么看了？往那边来吧。啊？往这来吧。那个啥都破了，关键有拼料，拐子也拼的有拱吧，拱台也拱了，再拱一个。没往十呗。啥呀？往十局呗。十老多还呀？兴奋呐！是，我感觉。哎，坐起你别说。讲这不成功了，先下一步想了。那对啊，我找。叫他这只有上，先叫香菇菜，叫他吃到这儿，那不能叫他俩错。吃到还是这呀？那不一样。贵，他是错开了。贵会装那么寒呀？啥事？贵吧？别混他啊！那甩局呗，你把局甩着中不中？啊，甩着咋了？啊，甩着是咋了？来了，甩着过呀？啊，他讲我，讲你，甩少讲了咋了？甩香烟。哎，坐起，甩香烟，坐起硬啊！甩香烟可以。甩香烟，人家搁那搁这，这也不香来了。你这压着香烟一推，那香烟不好意思。那将军，你要不给他，他当个当个局，你要不给他要香，真就赢不了了。啊，对。请。这能入了？那你咋入了？你咋入了？一半。走。他吃我的粥，我推地了推。不是，你这一只局不是够。这不中，我一盘粥都开住了。哦，哎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么跑开的。啊，一切把先把这粥一吃，这是啥了？跑开的话，两重斤。这红旗走了？那不是该黑旗走了？该黑旗走了吧？该红旗走了，这粥怎么厉害了？大粥也白要了。啊？你不要回头。那你赶紧拍掉不？啊？那你敢叫他弄的不？他啥呀？
还有公安的。你摸着没车、啊？你还能找着了？一直去都是。哦，这下面弄的。我那从下边。他蹭一下死了。蹭一下就给他拍了。他蹭到地上了。他蹭了你进去了。我你吃不住吧？弄吧。弄，你不找弄还中啊？他看跑，他要不跑你不干。他不跑你根本你不干。你不干。要的啥来着？照着往里去进了吧？啊，照。那你我先说，这不能说了。哎呀，要等我呢！我一等你一百两两。行。徐坤，你们俩过一步就妥了，齐活了，齐活了。老白板。老白板门口。这变了，看着硬啊硬气，硬啊，走路硬啊。他用了，在工业部搞着急有用光光，光光的，光光心里塞。找的多了，打的这个柱子脱了，打了柱柱呗。我打那个柱，什么工的？你工作呗，工的，工的那个。是不是？啊，他拍，他那不是吃的也不着。你这回吃了呗？这回打不到你了，你这回吃了呗？这回吃了包子，会入不会？这回入了，他能抓。我吃鲍鱼酱，鲍鱼吃饱。哎，对了，进来。该见面往楼进。哎，对了，进来好，这都安全了。他说鸡不敢动。啊，他鸡不敢动。嗯。鸭见面往楼进攻。这我那一外向上安全了，是不是？一外向，他就怕他那一来中我这来。哎，对了。是吧？鸭鸡都管用了。嗯。好啊。一外向必须得当着将。啊，对。他一当家开个光荣进的，那都看淘气了，不然气得动不了。用腿举起不吃他也没法。对，不吃死死的。咋不吃死了？你这回吃他的，这回吃他的。这吃哪了？吃他这肚。你更吃死了。我吃他肚，吃他肚，这回他跑不了，一将军撑死了。那你还吃呗？吃呗。你吃啥叫一将？啊，是不是？你吃我将。哎呦，这气足了。射枪吧，射枪呗。那要点炮，点炮，啥炮枪？不能射枪，我也讲，我也讲，贴到底都，我也讲要射了，他抓。你贴到底不都起来了？刚我讲。这是我枪楼了，枪楼了。他一歪都往底下贴不都去了。对，咋我那贴啊？我也讲。哎，吃徐王爷也贴不中。哎，这徐王爷。徐江这兄弟，不都江南的兄弟？你把枪倒上了。倒上了，王胖子。只能电炮，电炮也不中，电炮没狙了。嗯，电炮都直接杀，拍死的那，拍的一枪了。哎，那倒是倒是呗，倒是倒是，我来骗你。直接倒是了，电炮没了狙。吃死，他吃死还是？吃死，一枪都没了狙了。吃死，有狙。吃死，给哪有狙了？吃死，咱没狙。啊，吃死就没老箭，有就没老箭。他一跑拍的，对对，有跑不掉了，将军撑着死。给他开着，对，就在给他开。他看见外将来，外将要啥？外将他打你，外将这儿，外将这是啥打我呀？有啥打的？有啥打的？这不好弄，他找不着了。那啥你？讲的。讲。你讲，讲我的盘。啥？现在开始连又打脱了。老将往里，哎，得往里一进。老将往里来，他也来给他派的。他有当的了。当了局给他派的。啊，中，局给他吃了。啊，中，局给他吃了，就给他派了。啊，这气的。